人还有赵敏山都绕开了。我跟陆晨过去关系也不错，但这一次让我选，我一定选你的立场。我侧面问过海东了，他这一次还完，之前挣的基本上就清空了，还有40万的外债。桂晓，这次主动权在你的手上，你别冲动，一定要想清楚了。哎。 我说你这孩子，你这……啊，你说什么？阿轩，好，我不说你。陆晨人不错，这么多年我看了这些孩子里，我还就看得上他。这人要走多高啊，看机遇；要走多远，看人品。你别把龟小往火坑里推，行不行？他家那些破事儿我都懒得说的。公平点说。 龟小要什么有什么，什么锅配什么盖儿，他陆晨凭什么呀？人家抛头颅洒热血啊，这10年最好的时光都去保家卫国了，你说凭什么呀？行，我不说了，但你也别把他说的太好，咱俩都公平行。我要是不替他说两句啊，才是针对他不公平。行吧，话说回来啊。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女孩子是容易吃亏，啊，你再多想想，我就说这么多吧，我不掺和了。桂晓，没事儿，我就是忽然想到在上大学的时候，两个包子过一天的日子。 除了他，我没有喜欢过别人，一个都没有。如果这次我们错过了，我也懒得结婚了。日子照过，婚姻不是必需品。 你不是一直这么过来的吗？所以我才劝你啊，慎重啊。嗯